星光熠熠即将开启，那首先我们要来欢迎第一组来。好的，我们的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保持冲动，敬请期待星光熠熠的游客展示。媒体见面区，我们入场仪式的是今晚颁奖典礼的四位主持人，让我们欢迎蓝宇、张小斐、傅友彤、黄轩，欢迎四位。蓝宇是我们电影号优秀的主持人，黄轩是主持中国电影。六公主的节目怎能没有无敌小可爱？你以为的霸总，你的小可爱，哈哈哈！你在干什么？看看是学金鸡吗？不，这是欢迎光临。最爱刷宝物二，可算拍完了，溜了溜了，差点又迷路了。我是无敌的无敌的小可爱，有时调皮，有时候也很。休息室串门了，主持人老师你好。你好，我是电影频道的记者。首先其实要先恭喜一下周深老师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去年周深老师为电影《奇迹笨小孩》演唱了主题曲，然后这部电影呢在去年的金鸡获得了多项提名，还拿到了奖项。对对对，我也看到了，想恭喜我了。但是今年为《流浪地球2》也演唱了主题曲，也有很多提名，所以大家现在说你是为金鸡提名电影演唱主题曲的专业户，对这个新称号有没有什么感想？我觉得很荣幸吧，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喜欢看电影的人，然后每次在电影院去看到跟着故事啊情节在推进，然后听到一首很适合的歌的时候，自己都会被歌曲所吸引到，所以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对，希望可以遇到更多的好的作品。好，这是在谁的休息室门口？要不要进去？关注到就是惠英红老师呢参加到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一些节目的录制中啊，也给我们展现了您生活中另外一面，四处的去走一走，是不是也是同样是一种
体验生活，获得灵感以后再用到自己的作品中。是的，其实每遇到一个新的朋友，我都会觉得有很大的灵感，也收获满满的。我跟周深，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然后充满力量，很正能量的一个小朋友，在我眼里面，他就是一个小朋友。然后呢？我最羡慕人家会唱歌，周深唱歌真的是唱哪首歌哪首歌都好听，真的。可是我就不行了，所以因为您演得太好了是吗？不是，我真的我觉得有时候是每个人对都有自己的缺点，我的缺点真的是我唱歌不怎么样。对，我要努力学习。很开心能够跟年轻人在一起，因为感受到他们的活力，从他们的角度看看世界，可以看到另外一方面的东西。对，11月4日厦门金鸡奖闭幕式，周深乘时光穿梭机从天而降，人是战歌震撼开场，呈现给观众又一个神级现场。演出结束，周深一路小跑匆忙离场，因为他又要开启特种兵式的行程，深深换了一套黑色系穿搭，因为要赶时间从厦门飞浙江，演出化妆的造型也来不及卸下，所以这次出行头上没有戴帽子。他帅气可爱的模样，清澈的双眼一闪一闪亮晶晶，走到哪里都是一道流动的风景，这小子简直就是个绝世宝贝。我会上青云，我不动山峰。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您好。直接穿车里。刚才从路边看撞到我，我赶紧。小车爸爸，祖老师再见。挑战啊！你这位置太那啥了。我跟沙哥在11应该要开始挑战了。周深在这守着呢，我看看能不能赢他啊！这个是灵巧的事儿，它不是劲儿的事儿。好，来吧。对不对？太厉害了！我失败了，我挑战失败了，11号。你还可以挑战我，你还有一面旗。我不挑战了，让别人来吧。11号他们守住了，那我来挑战11，我来挑战11，你回来守4和8。啊！哎，你倒可以试试。烦死了！哎呦，沙哥的棋可能就只能放在土下了。好嘞，那我过去，我来吧，我挑战，我挑战。啊！那我必须要，这个太重要了，这个点。这个点重要，我不重要呀，陈哥。雨深，抱歉。我用安慕希林蔗糖的拒绝你的挑战。
来吧，深深。哎。十一失手，我正好手挂到你裤兜上了。对，我知道。对，那就手短了，要不然我就扯到你的那个了。又来又来。表演再看一个泳池秀，好好看哦。再滚下去了、啊、他就下去了已经。厉害厉害厉害！三，挡，对，防，对，这个怎么吹？三，哎呀，你再烫着！我感觉那火苗让它给吸进去了。三，深深，三。吸够足，去吸够足。二，知道刚才怎么发音了吗？走，走，可以，就是这个逻辑。我跟你讲，周深这个方法太厉害了。学长，加油！看我了，你弄不了啊？弄吧，你弄吧。火苗都没动，陈哥，你试一下。出来。嗯，牛的声音吗？试一下。太适合你了。用鼻子。试一下。太适合你了。用鼻子。最后一次，我帮你试一下，你这样。啊。嗯。他这鼻子够厉害的。牛魔王。